这是什么美好画面？许光汉和男神郑允盛同框啦！照片中两人笑着毕业，郑允盛 po 文写下 with 许光汉，许光汉也在下方留言喊歌。两人的合影让网友们激动留言，羡慕见到郑允盛的许光汉，也羡慕见到许光汉的郑允盛，真的是我的最爱组合。也有粉丝称赞这对是脸赞组合。至于许光汉为何和郑允盛见面，有网友推测许光汉看了郑允盛主演且有映后活动场次的猎手密令，活动后便加入剧组聚餐。另外许光汉这次为期九天的南韩行程，除了开见面会、上广播节目，还有一家餐厅曝光他和 Super Junior、 东海、银赫拍摄 YouTube 节目的消息，让不少台韩粉丝都相当期待。